也开干过啊，学生时代。六十岁就中风啊，十几年啊，跋了后脚骨断去，啊伊就爬袂起来，爬袂起，我开始申请长照的啦，来甲省府来甲扶，无我扶袂起来啊。哦，你再说落去啊？谢谢妹妹。我高一甲年五的时阵，我开身体准，伫我身体啊，开始直直歹去。我如果我若生囝的话，介可怜，伊无人通顾。我孙仔阁细汉啦，我写无的，我不了写。你有讲我帮你写好无？好。啊，你有烦恼是啥物？烦恼，阮两个食了无人照顾啊，囡仔拢伫外口啦。阮的孙啊，安尼，咱大家大下起就爱计计钱的，要钱人要读啊。唔爱互这囡仔做歹，安尼就介欢喜啊。看人会甲我骨灰配倒转来的话啊，好，亲爱阿特阿姨，看到你的故事，想花笔就想起嫁后迄首歌，你的问题我会永远记条条，感谢你写批，甲我讲，目前我想永远拢是有进步空间。好好过日子，一定会健康平安，盼平安。啊！啊，你有啥物感觉？感觉伊就对咱介迄落啊，嘛是甲咱有迄迄落啊。伊安尼教阮迄落，阮一定会有较轻松啊。从阮咱逐项拢爱靠照顾，伊若无甲阮照顾，我怎啊？哎呀，哦，无甲你通知，我就走啦。你咧看马哈？哎呦啦！我咧想着你的马来看，哦，你今仔介水呢？阿锦，你下辈回来，我介绍我去了解，会当阁有一寡出息的，咱来斗阵做。那我嘛要，讲弟弟要要求讲，互你。袂，你爱讲我听，实际才知影，才会调整。阿紧，阿你种紧张，你都看着，阿在紧张，免烦恼，吼。咧工会咧唱一条街后，你知影未？吼，讲食好食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，吼，嘛袂晓，吼。甲厝的大头细项代志记条条，这就是妈妈，这就是阿妈，这就是太太，这就是你足伟大的所在。无啦，伟大是无啦，感谢感谢你，互你安尼讲，无啦，唔安讲唔安讲，吼，加油加油。阿妈足烦恼哩，阿公拢烦恼哩。你若爱哪叮当呢吼，随时要关心阿公阿妈。